27号小前锋 number 27 and forward 周怡翔。想三分跳投出手有了，必须要再做一些新的交代。另外，周怡翔回到场上，还很灵活，也不笨重。周怡翔三分出手能不能？切入，收球再给出来。周怡翔这次在顶点，对成功的防守。周怡翔飞射上来，有。这边平均得分10.5分。周怡翔外线起了，再回给周怡翔飞射的上。因为其实他在练球当中都是接队友的这种球去抓。往前给是中华队的快攻机会，找到周怡翔，陈奕迅救回来，周怡翔外线果决出手去，再给出来刘尊 touch pass 给到周怡翔，大空档终于有了，有机会二打一，交给周怡翔上去，再给出来会给周怡翔。